这个就给它分果了，果的了呀，要老毛的。哦，还是有点。哎呀，没分的。哦，这个果还是扫出来的。嗯。这个绿不要人吧？这个绿。很少有绿的，好人。快，真快啊！也这边呢，好快啊。嗯，快，那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一百多的。 哎，那个我不碰啊，也吃点小鱼。嗯，敲包来的是叫什么？就说那里。你这家伙也看你那俩马上进来有一个月了。你看这都走了这驴开了吧？嗯，是一样。我就说嘛。驴子，这是最主要的。 你喝的这些泡儿啊？嗯。这家这味儿这么大，他这就是。哦，就是。 都有些泡，有，那没扣三天吧？好嘞，给你丢的都好嘞。看你的话，好，这家伙。这么多些泡啊？不是这个，不写木，这木。点点活。 除了鞋白活，不成活。太美了，还没地上嘞，吃得下。看了吧，到屋子看了吧？嗯，到屋子里看了吧？鱼，别动，好嘞，好嘞，别动了啊！好嘞，好嘞，站住，站住。鱼，好嘞。 这走了，这驴。这果子更厉害。嗯。站住！站住！嘿嘿，也有些胖。有，他这是，他要不整，这驴这几天都取不来了。好嘞，站住！站住！ 开贵了，说也是，赶紧天天剃吧。这是你打了好几次的电话，你说你今天顾不着，说也去干活了。我咋不着？嗯，他回来的时候我也。 他的门铃我是给他往下里扫。嗯。好，屋头里啊，看一下，一会儿给他小梯子，这是后面的梯子，后面梯子这么高，后面的梯子有个缝儿，这是前面的两个梯子，看一下。 看梯子，大笨鞋一样啊！哦，卖来了，没卖了。先住这儿啊！啊！我给你打电话收你。哎！ 没味儿了，老板，就这么干。
我说摸摸，我要你说啥？摸摸。没了。好了。咦。到了。咦。不动。这个梯子可能有毛病。 成这样了，嗯，活动啊，活动啊，今天活动了，你还敢动他们？别动，活动，活动，商量的，活动啊。嗯，好了，别动了啊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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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咦，咦。 没回来得一光路，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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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一会儿不掉了是吧？拧上鼻子，拧上鼻子，不中，拧上，拧到了，我这个多，咦，好了，这一个桌子，一个电线杆上能过，他喜欢磨面。 哥，来来来，你上这边来。不着你了。我忘了。那别人那个事就坏了。不会不会。老老，你看人家驴都哭了吧？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我给他背着脚嘞，谁进来的？大叔。哎，你看。 刚买的驴吧？对，刚买的，多少钱买的呀？这是一万，一万二。一万，现在驴挺贵的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大会比一万块钱买的还多，这个值。一万。对。咦？这多少钱？多少斤呢？嗯，今晚差不多180斤。刚说普通话了。 这个笛子修好了啊，一会儿主人把它牵走。这是带来了，结果没卖出去，所以修修皮儿好卖。